晴空万里，今天要去飞一下。诶，这个是不是看起来有点像个巨型的无人机呢？其实呢，它是无需要驾驶员的一个航天飞行器，也就是等会儿我要试飞的。真是又兴奋又害怕，那叫玩一米头。OK， 得起飞！哎呀，离地了，离地了！我的天啊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以这种方式来看深圳。之前是害怕上去，现在呢是舍不得下来。又是天害怕，又飞上去。